欢迎来到品世界，我是肖冰，我在墨西哥波特维亚达。傍晚出来海边散步，收到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哦 ，turtle！ 哦 ，turtle！A lot of turtle！Oh, perennial babies. Where's the hatchery? Up there. Really? Yeah, let's go take a look. Oh, newly born babies. Oh, first time I saw it. 电话电话。Oh, so many. Oh, so cute.So cute, newborn babies. Yeah. Banana, 拿他的背。Yeah, hold the back. Yeah. Okay. Good. That's enough. That's enough. That's enough. You scare me.可能他还没 ready 呢，你不用拿到下面去。他们今天那个海在召唤他们啊。然后那个水一来呢，他们就下去了。从那里到这里是对他们来说是很艰难的一段路，现在他们就应该很比较容易了。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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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这个窝啊，有几十个上百个呢，差不多。太大了，把他们冲回来了。没有没有，不，他们就是要这样。吓死我了！我以为把他们又冲回去了。嗯。有一个好像已经进去了。两个进去了啊。嗯。你看他们都被吓傻了，待在这里。没有了。咦、哎，我看到有一个在海里游了。嗯。小浪呢，一下就把他们带进去了。还有这一个，你看这一沙滩都是，希望能够带到海里，带到海里，他们的生还几率会大得多嘛？也不一定，可以是的。是吗？啊。Poor babies.其实他们在那边
要晃一下，再下来，你们这样子一伸出来，你就把它拉出去，不一定对它好。也是吧。你看，只要这个浪轻轻的来呢，他们就进去了。哦，那种一大浪呢，就前面就冲过来了。也很那个坚强哦，哈、哦。刚一出生就要经历这种大风浪，对他们来说，这个考验有点大。干嘛不走呢？干嘛不走呢？你走啊！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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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前面那个，走快一点嘛。他们还没回过来呢，可能真的是，看那一个就爬得很快，还是有 strong 一点的，然后有这种 weak 一点的。你看，他这个呢动都不动 ，go yes go， 这个很难，很难。掉进去了，嗯，没有，还有一个在这里呢。哎呀，真的是不知道是凶是吉呀，啊，很难说。这是你们必经之路哎，你们一定要进海里去嘛。哪里哪里哦，我来帮帮你吧，也不知道是对是错。哦呦，你看那一个还在那里挣扎呢。哦哦哦哦，去去去去。半个小时以后，最后一批小海龟也被送进了海里。Come on, baby. Entonces se tienen que rezar. Oh, 两个。Oh. Come on, come on. Be strong. Oh, oh, oh. Yes. One more. 还有一个在那边呢。Oh, yeah. 还有呢。Vamos a ayudarlas, vamos a ayudarlas. Vamos. ¿Sí? 他们在的很深的，然后这个温度就把它浮出来了。小明又有两个了。Otra. Oh. Oh, yes. 真是叫层出不穷啊！他们知道往那个方向爬的，因为 no more, no more, no more.